今天的早餐，选一个。第七个。光明还没有划破天际，当黎明来临，见面路要往哪里去？心内的感应，它就是方向的指引，的指引。就从今天起，让阳光擦干脸上的泪滴，就让我自己。前行路上别太多顾虑，美妙的风景转过身它就在这里，学会了独立，让光芒照耀着前行。逆着风变坚强，逆着光展翅飞翔，在阳光下丢失了所有，绝望还有一点希望，一直风筝都可以在逆风里起航，其实从来没有什么让我们迷惘，因为翅膀它学啦，下雨了，我的这个婴儿车快上用场了。就从今天起，让阳光擦干你